绝对不能亏熊二，这个他妈亏屏就真的他妈玩不了了，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了，千万不能亏屏。啦啦啦啦，噜噜噜噜，哔哔哔哔。这个游戏精髓在于他妈的精髓在于四面开花，绝不可在一处锁死。哎，爬开哟！哎，在爪子吗？在。
要致富肯定还是要猪场的兄弟们。致富，走血路。要致富，猪是必须要有的。Job done. Our town is under siege. More gold is required. More gold is required. 不养猪怎么致富呀？ Our allies' town is under siege. Our ally is under attack. Job done. 这两个堡垒已经被端了。我的羊怎么他妈养到上面去了呀？呀，这他妈口子没堵住。呀，猪怎么也溜出去了呀？呀，回来哟，你他妈的在干嘛？回来呀！你他妈的别乱跑！封住！既然已经找了一个决定的大本营了，就他妈猪拉满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把猪拉满，猪才是养起来之后会最肥最肥的东西。造他妈六六，这个阶段造塔有什么用？全力发育。但是如果你不造塔，有水晶的，他来了，你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。我知道呀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前面就只能堵呀。完了，我被发现了。你他妈，你心血白费了吗？我四个养猪场，六个鸡全部发育，全部起飞的。我他妈十二个养猪场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别搞啊！以后都被我封死了，过来造塔了。哇，谢花黄的好多半卡，谢谢。全在我这里，刘哥，你看我这里。Job done. 刘哥。Job done. Job done. Job done. 怎么说？要不要再来一把这个魔石？ Job done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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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hat trickery is this?
么塔？屌啊！完了！我操！我这里，这逼他妈的把我害了！我糟了！只要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就可以起飞了。来，你他妈了个逼的来！
我全是猪圈呀，拉满了，全是猪圈，十二个都是猪圈。你问在哪里？妈的，他们就刷你们去搞钱，我操！没事，我现在已经被发一起了，我见到十个猪圈。再来偷我，偷得动我吗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一脸懵逼。为什么？怎么被摧毁了？我看一下。他们说可以炸树，让我把东西他妈修出去。然后呢？老子就把树砍了，他妈把东西修出去，没来得及修好。被他妈一刀砍烂了，这个图他妈不玩了，生气了，打生气了。牛奶奶过来，让我用酒瓶把你的头砸出去，快点快点，你快点快点快点，你这属于什么？快点，你过来，我用酒瓶把你砸出血，你快点。砸出血。好气，好生气，好他妈生气啊！达尔文进化岛，来来来，搞这个香。哇，太气了！来吧，这个。
哇 ，RPG 是真他妈的臭逼好玩，我操！再来一把，我操，这把已经游戏体验拉满了，不作死他妈绝对香得很，你知道吗？巨香！我操！我有多少钱？我他妈几万块！麦迪文在哪呀？你开的为什么是全图模式啊？没有战争迷糊的吗？对。那这样就不好玩了呀。哎，这币怎么毒一下毒这么多血啊？救！啊！哇，好猛啊！哎，他妈透你！哥哥，这里，我这在透人。逮他！有种别跑呀！有个堵他，我在堵六六。我草鞋都没有一双，不是你凭什么跟我 PK 啊？这个要开全，这个要开那个全图吗？要关全图。可以开全图啊，开全图他玩的不香吗？我都四级了。你多少级了？一级。我他妈都四级了。
我感觉我已经无敌了。前期要杀小动物升级，懂吗？我一直在杀戮，一直不升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杀的不够多吗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被追了。香。所有人都不是一家的吗，柳哥？路是钱。路是钱，然后猪才是经验。哇，我这把发育好好。我这把发育有点过分了，哇，我好肥啊，这把哎，我怎么这么低的护甲呀？打他！哇，我这个他妈模型有点垃圾。疯狂面具，920。疯狂面具是必须合的。我这个种族必须合疯狂面具。我有晕药，我这个人有晕，他妈单挑不是最强的吗？攻速就完事儿了。
的，我有无敌，你他妈以为我是弟弟吗？捡个树，他死了。有有有，控制了，控制了，停住！你他妈的！有空我们去杀人吧，公主哥看到没？我可以给你增加100%攻击力。控他，控他，能控吗？没有控，没有控。他被堵住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猎人真的好烦。斧头加剧毒匕首。什么鬼啊，什么鬼啊，你妈到嘴的肥肉飞走了，是什么妖精啊？哎你他妈的，把猪头挪开吗？猪头就放这儿吧，把猪头放这儿吧。我怎么一刀被秒了呀？
什么鬼啊？你被谁杀了？哇，他这是什么呀？我一什么鬼啊！他出鱼叉了呀！运气好，直接把你秒别追我呀，你他妈追不到我，你追个六六呀。不是，不是，好像他妈打得过我一样的这帮逼。啊哈啊！救救救救救！哦吼吼！咦嘿！我就和那个鱼叉呀。那鱼叉死了，我就掉呀。对呀。九级了我。我操！我这一套打下来，就问你们痛不痛？三个主动技能。Got it.
我要去买这个，我再次购买合成书合成雷鸣。雷鸣它不香吗 ？The Thunder Slash， 雷鸣兄弟们，他妈雷都在鸣唱，雷动九天。这屠龙到了，晕住！我十级了，十级不是五级了，我操，怎么都他妈想着杀刘萌呢？刘萌他有错吗？刘萌他不乖吗？牛魔他不乖吗？为什么要杀猪猪呢？猪猪他不乖吗？来我。猪猪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杀猪猪？猪猪
猪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杀猪猪？回答猪猪，为什么要杀猪猪？猪猪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杀猪猪啊？我要找小动物杀，杀中小动物有机会得技能。哦吼，完了，暗影生物。吃鸡，我马这把吃了牛奶，马上吃。还差三个怪，吃鸡，一个，两个，吃，十一级生物。不是350进化吗？你说你跟我走啊，我买了一下。好，哦，吃鸡了。香吗？这导弹它飞过去它不香吗？这他妈的，这他妈这叫什么呢？我想想，这叫远距离导弹轰炸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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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我操！我鱼叉是真的猛！妈什么叉猛？鱼叉呀！这他妈的，我这月牙天冲不猛吗？我这月牙天冲它香吗？
萌萌萌吧。我操，好不容易攒到钱买了把鱼枪。人家蛇皮不好玩，这个也不好玩，再找图。再找图，再找图，什么图好玩？好不容易攒钱买了把鱼叉，还没玩呢。军团战争，地造之岛是什么东西啊？神猛兽荒原，猛兽荒原玩不玩？那什么图？养猪吗？来来来，他妈的养一把，养一把。养猪。强啊！妈只给两个猎人，不给三个猎人。亏平亏平死吗？啊，老规矩。又猎人农民吗？对。养，可以啊。两个人一起就要卖烈烈了，为什么？你鱼的很，因为你是渔夫。你造两个人一起造，伤害高呀。不能。
你在这里安家吗？我操！我的机场被发现了，兵分两路逃。把他妈猪猪逮到了。妈了个逼，这都给找到了，我透。大本营找到了，这就是我的大本营了。
要挡地图啊，不挡地图他们知道我在哪呀、啊、你们这个憨憨。啊，我透。不是我的猪去哪儿了呢？我的猪呢？猪呢？猪去哪儿了呢？不是猪去哪儿呢？呀，要送机。呀，有没有人能来把我的鸡杀了呀？有人能把我的鸡杀掉吗？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呀，这个地方，这地方箭塔他妈没有位置照呀。最后
under siege. Job don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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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ies job done. Under siege. Job done. Job done.谁能杀我的鸡呀、啊？有人能把我的鸡做杀掉吗？杀鸡呀、啊！把鸡杀了也。哎，这有鸡呀、啊！这他妈全是鸡呀、啊！去杀鸡呀、啊！你们把鸡杀了呀！鸡呀、啊，都是钱呀！它不香吗？都是鸡呀、啊！左边。有鸡啊！全图都是我的鸡。全到处都是我的鸡，这鸡不能他妈这么养，我已经发现了。全图都是我的鸡，这鸡不能乱养，我已经发现了。这猪生不出来，这鸡不死，这猪出不来，这他妈有人。有他妈上线的，我以为没上线，这鸡多了，这猪出不来，这生意做不大，他他妈的就这么大个盘子就没了。完了，就一个猎人了，这把没了。
下吧下吧，只有一个猎人了，退了下吧，只有一个猎人了。猎人要开三个，不能关，是的。来来，重进重进牛奶，要开三个猎人，两个猎人不好打，猎人太弱了。好猛啊这个人。谁和不？破裂，破灭剑圣。可以，我操，破灭剑圣。一水河岸公子哥这三个人感觉挺厉害的，这三个畜生。我知道。他们这是要先造塔，然后再造那个。什么？先把塔造了。都一样。我刚刚造了几十个塔。对。溜了溜了溜了。只有五块钱，死了，只有五块钱。不造机场了，不造机场，机场有点扶不住。两，我就造两机，这样后期猛一点。两鸡两羊，然后直奔猪。好，找地方去奔猪去了。哦，机会逮到了。
我的，我的全被砍了吗？哎，我的全被砍了吗？我操，有没有钱，牛奶？有，来一点。我把我的全砍了。他们也把我的砍了呀。牛逼！现在没有发育特别好。自用的好，他妈捣毁把我笑到了，捣毁。我人没。我操，捣毁太狠了。妈的，找人收留我吧。快活了，三次复活，三次遇到，不是吧？我不是被看到了吧？我怎么看到一只幽灵狼了呀？啊！不是幽灵狼吧？我看，我应该是看错了吧？三次遇到牛哥，我人没了。还好还好，吓死我！这把好难啊！他们，而且猎人很
飞。没了呀，我大本营 all in 了呀，没了没了。炸机场。来来来，是你的妈呀！你来，耶嘿嘿！这个演持续多久呀？这个演没，已经没了呀，已经丢了，我们这把已经丢了，已经丢了，已经丢了。那么还有在这养羊的、放牧的，香哦。这是我的第一个据点，让梦从这里重新开始吧。这三个养鸡场就在这混着吧。香啊！农民要发育起来，我刚刚如果发育起来，再让我发育个两分钟，直接游戏就结束了。你又被捣毁了，你又被你他妈牛奶 milk 嘎的，你又被捣毁了。十二个养鸡场没了，十二个养鸡场。探测仪在哪里搞呀？探测仪不是你买不了呀。到处他妈都是眼。我怎么死了？走在路上被他妈毒塔防，被防御塔砍了。走在路上被他妈防御塔砍死了，香。Something to be mine. 嘻嘻嘻。丢。地。
刚造了十个养鸡场，点了个传授，传授到他那个塔上，直接。就看我这一波了，鸡都不出了。现在猎人都开始这样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杀你。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经济集合在一个有机会的、有希望的人身上。我们现在要把经济集合在有希望的人身上。我觉得我有希望。现在有钱吗？有多少？180要吗？180不要了，180也拿来吧，交费。全村的希望交给看一下我怎么死的，看一下，品尝一下。你在哪里？品尝一下我怎么死的。你在哪里啊？看一下老子直播画面是怎么死的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大力妈臭臭！再来，他妈的！你退了吗？对，进。不进。哎，娘娘。哎，你又退了。你进啊，你没进。说实话，想当把猎人。我不想玩猎人，我就想玩农民。农民他妈香啊，兄弟们，农民他不香吗？但是你造了12人口的时候被。你被杀了，全部没了。那个心情，全部没了。那个心情，你是他妈全村最靓的仔。对。我上把那几个猪场养起来，我他妈就是明凯。然后他妈直接被幽灵狼搞到一波拉完，当时想可能那个人在我面前，我会一拳把他的腹部击穿。他妈的！帮我找一下那个飞碟。
开局被杀的。靠！怎么就他妈就直接就他妈遇到我的呢？我也是呀，我造了四个机场，直接被遇见，他直接亏了多少钱？38×4。哎。走开哟！开视野。
哦，我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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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鸡原来是这么杀的。我他妈，我是说我用火焰塔他妈点，要他妈点多久？受教了，兄弟们。这个地方不好，太香了呀！哎呀，造八个软出场，又被倒回了。你知道我们这把有他妈有个大神吗？嗯。左边有，左边不用防守，左边有树呀，左边为什么要防守？这有树啊，猎人能炸树，想退。
完了，守不住。香，我给了你八千块，你没照那个吗？没事，没有关系。不是你死了？没事，我可以中山再起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快速模式他妈猎人也好厉害啊！要找只有他妈一个口子的地方，两个口子防守不了，说真的。因为这个模式猎人也厉害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口子吗？这也是两个口子呀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口子吧？这个地方是一个口子，对的。这里是一个口子。这他妈也是两个口子，我偷！没事，这个口子进。呀，没钱！呀哟！猪还没有养起来，不行，钱太少了，猪还没有养起来，没了。
哇，这地方守不住。啊！偷你妈妈，蛇蛇。操！没了。没了。我这把没了。我建了十二个猪圈。我操！不是来他这里，怎么来、啊？这个人牛逼啊！这个人好屌啊！怎么进？给个位置呀，哥们儿！你把墙升满，然后让我们上呀！兄弟，让我们进去啊，哥们儿，等会儿帮你强化。我看一下，我操，他怎么也守不住呀？啊，丢了，去他那里了。完了。他能炸树，兄弟，他能炸树。降下来，哥，降下来，哥。给了你一万一。怎么去？哥，把墙降下来。好的，千无敌保护伞，兄弟们。就在这老哥屁股后面发育吧。哇，上面的猪都变成红猪了，猪王。我
哦，对，我给他屁股开了条路，我想想，完了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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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还是空着的，还是空着的，还是空着的。哦，对，我给他屁股开了条路，哦，这里是他妈能上来的，对吧？有没有我在偷偷摸摸的养你？不是，你在这造两个塔，兄弟，你在这造两个防御塔。好，我们一起助攻势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把兄弟害了，糟了！这里是怎么进去的呀？哦，能让我进去吗，刘哥？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升起来，你才能进来。多久？我得溜过去。我现在偷偷摸摸的经济，我现在十二个猪圈都发育起来了，很快。我一直在给你转钱，要钱吗？不用，我不用钱。别了。你怎么这么有钱呀？我给你给了你两万多。你怎么这么有钱啊？啊？给了你三万了，好像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呀，刘哥，你看到没？这是我的猪圈，十二个。哪里？看到我标点的地方。好猛！都给我藏起来了。能进吗？能进吗？快点！我这可以进。找标个点，我进。我死了。我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这里进不了，他前面修了东西了。这里进吗？能进。快点，不能被狼发现。怎么进？啊？怎么进去？你要从他家溜过来，然后我操，没事，我们这里我操，这里怎么进呢？你要从他家这个路口，你要从这个路口进来。这个路口吗？对。怎么进？这个路口，这里，这个路口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路口，下面这个路口。按什么进？他他妈现在凭什么进我们家？他，你妈剑塔升到十多级，他他妈凭什么进来？
对，我升傀儡了，我在狂升傀儡。他钱吗？我再给你，再给你。这边有人攻了，刘哥。我在狂升。主要是傀儡，傀儡最重要。我傀儡就一百的攻击，怎么打得过呀？我傀儡就一百的攻，我们打得过吗？我怎么出去呢？包他包他，把敌人包住。能不能让我出去啊？打猎人，打猎人，打猎人，把他挤进去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我去、啊！呀什么呀？这他妈躺赢的，打你妈臭臭嘛打！呀呀，你不好耍，傻哥。谁把他杀了的呀？啊，那个梦溪。哇，好猛啊！这个梦溪，哇，贼猛！那个傀儡，那个猎人过去打，过去打，然后把他挤进去了，卡位了，卡在里面打。走，玩巨魔与精灵这种出来有点好玩。